球网综合报道，针对近年港独问题，日前有香港团体举行港独零容忍集会，香港特区政府也于今日公开回应了大学开学典礼期港独一事。据香港大公报报道，香港大学8月29日举行开学典礼，港大学生会会长黄成峰鼓吹新生要有造反的勇气，又宣称战中学生代表为所谓的英雄，更扬言期望港大未来有更多英雄诞生。黄成峰此前一直宣扬港独，曾据认自己是中国人，又与鼓吹港独的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关系密切，并据港媒报道，香港教育大学也在8月29日举行新生入学欢迎会，学生会临时委员会会长张欣致辞时提及香港独立。对此，香港教育大学对其言论表示深感遗憾，并予以谴责。针对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在新生入学欢迎会等场合提及港独，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9月3日表示，港府的立场非常清晰，港独无论在历史、法理、实际情况上都不可行，香港是国家一部分，学校没有必要且不应该宣扬或谈及港独。杨润雄回应港独问题图源，香港明报，杨润雄表示，学生如果对港独等社会议题有疑惑，老师可进行教导解释。不过他强调港独在是非上非常清晰，讨论结果仅有一个，那便是不可行。香港教育大学此次新生入学欢迎会提及港独后，交大学生会还预告会在开学里提及港独问题。不过杨润雄认为，开学典礼是代表所有学生的仪式，同时及学生会代表不应该在大学开幕礼上讨论港独或深的个人看法，认为这并非适合的场合。在上述大学学生会涉港独问题之前，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、战中行动发起人戴耀廷3月份曾到台湾发表港独言论，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7月还在香港爱国记者会 FCC 宣扬港独。针对一系列事件，有香港团体9月2日举行名为港独零容忍集会，陈戴、陈二人的行动抵触香港刑事罪行条例，希望港府正视事件，团体成员将请愿信交给政府相关人员，希望转交给特首转达请愿。集会中，香港政研会主席邓乐成还宣布将向陈浩天下战书，要求在 FCC 场地里与陈浩天举行公开辩论。